全國公開賽啊，美好世界贏到去即係復出之後嘅第一邊啦。其實即係賽前嘅信心大唔大咧？因為考慮到呢匹馬其實都兩次失力不振。係啊，佢其實上一次復出翻嚟都叫做唔錯啦，因為佢都係好耐冇跑，都成六個月到咗。咁就呢次係好啲嘅。咁今次個檔位係對嚟講有利啦嚇。咁就最初我哋諗住講跟住放流馬嘅。咁不過埋邊一檔嗰只就頂住佢，變咗佢又淨拍喺放流馬側邊啦。咁就放行星都操控得好好，因為之前都係比較搶口少少嗰陣時係。咁就今次就真係第一個 win 啦，同我放行星係啦。過往你都比較即係放行星係較少合作，其實係點樣開始即係其實要開始即係見到嗰兩年開始合作嘅咧？冇咁。其實他們很多都是有陣時 text 我問我攞馬跑咁樣，嗰陣時啱啱如果係咁啱冇人跑啊，或者找不到人跑，咪嘗試下佢咯嚇。咁其實佢都是霍利士個仔，咁我諗大家都知嘅啦，有機會俾佢試下咯，係啦。咁啊，美好世界就大家都知道佢係即係一匹好有分量嘅馬，但係佢嘅健康記錄即係始終都係可能大家唔放心嘅。訓練呢匹馬或者照顧呢匹馬嗰陣時，有冇話都要？有些什麼地方你特別花心思去照顧？都冇㗎啦，其實都是照做㗎啦，因為都唞咗成六個月才可以再跑啦，上一次到而家，咁就盡量希望俾多少少照顧啦，同埋俾多少少嘅睇緊啲咧嗰啲伙計，咁我哋都會賽前都會抽下血啊，睇下嗰啲有冇咩不足啊咁樣去幫佢啦，係。同埋係咪都係會係？即係一直都會喺重化，生活多過係沙田。佢多數其實我有一站馬都係多數喺重化，咁就跑先落嚟，跑完就上翻去噶啦，係啦。好，再一次恭喜曬全國，恭喜曬。O K， 我係，多謝。